深圳灣口岸年30晚開始，一連5晚通宵通關，城巴開設來往屯門同深圳灣口岸嘅通宵巴士線。通宵巴士線 MB3 大約半個鐘一班，收費21.5元，由屯門碼頭開出，經屯門市廣場前往深圳灣口岸。同時設 MB3 特別班次，由屯門市廣場開出。城巴話估計每晚可以接載2500人次。相信能夠滿足農曆新年期間的通宵跨境需求，乘客可以利用通宵線 N50 和 N969 的轉乘安排，來往屯門至九龍和港島。